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文明六的风云变幻之中国篇啊。上一期咱们建了两个都市，不过咱们看这个祖鲁已经有三个城市啊，然后咱们现在跟匈牙利正在宣战，匈牙利看起来也有至少三个都市，看来有点不太好打啊。看咱怎么办，咱们暂时先下回合看看啊。让我看一下啊，我的这个棒子，往下走一步，然后我的建造者过来，在这儿拍个农场，可以吧？然后原地回血，因为这下面估计一会儿这个匈牙利还会攻过来啊，咱们先尽量把它守住，先下回合看看怎么动。这有一个石头，非常想要，大家请看。匈牙利又来了两个棒子，要把它射回去。我应该是把我的棒子顶在前面，然后后面射弓箭，这是对的。我去，千年难遇的洪水，大家快看，怎么老在我这泛滥？千年难遇的，我天哪，让我给遇着了。哇，我这棒子血费了这么多呀！赶紧回血，然后这儿还拍什么？这儿还是要拍个农场，也不能修复是吧 ？OK， 拍个农场，历史时刻，其他的都别动，给我射击！我靠啊，先把它射回去，射死没有？没射死，把它射死，绝对不能让它活着回去。我感觉现在我感觉我的这个部队还是有点少啊。咱们先下回合。顶住匈牙利，然后咱们争取的占那个城。他又来了，我去，我北京主要现在没什么血了。你看，他还来，咱们得顶住才行啊。这边还在泛滥洪水，蛮族也杀了过来，我去，我先把他这个棒子射掉，我主要先打匈牙利。蛮族的话，对我应该构不成太大威胁。我看这还能升级，先不升，先射击，赶紧把匈牙利射回去。还有一星，居然让他活过来了。建造者过来拍农场。OK， 然后呀，主要是我这个勇士刚才受了太多的伤了，没法攻击，只能原地回血。下回合，我下回合会再出一个弓箭手啊，把弓箭手排开就行。你看，他还在打我的北京，受不了！又来棒子了，我去！北京看来我是要守不住了啊！好的，蛮族帮我打，蛮族帮我打，我真服了。好，我好，咱们现在是出了一个，我弓箭手先射击打下这一个血 ，OK。然后我这有两个弓箭对吧，这个弓箭出来一步，出来一步就不能攻击了。我的弓箭手也出来一步，向后撤一步。为什么？我往下撤的话会遭到敌人蛮族的攻击，会遭到敌人这个蛮族投石兵攻击。然后射击，北京我估计是守不住了，所以把北京让出来，让他占北京，让我再夺回来算了。生产项目，北京能不能修城墙？修不了，走图书馆吧。下回合他肯定占北京啊，不用想。他居然没占，哼，你的部队太少了。我这已经三弓箭外加一个棒子了，还可以吧？漂亮，蛮族在帮我攻击，蛮族同时打我。蛮族居然不打北京啊！残暴的战争把铜像推翻，内讧把城池当成一片废墟。说得好，我可以砌砖了。我稍等，我看看啊，咱们先消灭匈牙利再说。射击，漂亮！再射击，
非常好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弓箭手回北京驻扎，然后射击蛮族。蛮族这马哪来的？真行。然后别动，北京购买能不能购买城墙？不能购买，但是能够生产城墙，对吧？选择研究，打开科技，我看一下走哪个，走轮子，好吧？走完轮子，我再看看尤里卡，击杀三个蛮族单位，铸铜，然后建一个牧场，建个牧场就能够增加这个尤里卡，还不错。然后咱们是这样，咱们先走轮子，因为咱已经有尤里卡了，走完轮子之后咱们走货币，然后咱们想法再做其他的尤里卡。我看这是什么？在海边建一个城市，这太难了。那咱们尽量是击杀三个蛮族，同时呢建一个牧场，知道吗？这是咱们的任务啊。那现在研究什么？现在先把这个轮子出了，这样还能出战车，对吧？别下回合，我看看。击杀三个蛮族，这只有两个不够，然后咱们还需要改良一个单位，建个牧场，对吧？我这没有牲口啊，怎么建牧场？这是我的吗？这看着多像我的，这绿的其实就不是。啊，这有个蛮族，我可以把它灭了。先下回合，咱们先挡住匈牙利。我想是不是我反扑回去，占他个城市再说。比如说像这个布达，这城市多棒，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。稍等，蛮族先打我。我休养生息一下，我准备反击啊。让他人自说自话去吧。OK， 咱们走向真正的繁荣。可能性艺术，漂亮。政体解锁，我看看咱们解锁什么。建奇观加10%的生产力。古典共和寡头加20%的经验值。其实我应该走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得需要战斗嘛，对吧？这是城市所有的产能加一产能。咱们走这个吧，因为咱们估计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战斗的内容在里面。然后加卡牌，加这个，减少一个金没有问题。然后与蛮族战斗加5战斗力，贸易路线加2金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贸易路线加2金，还是跟蛮族加5战斗力吧。暂时先这样。其实我现在也非常想加2金。都想鱼和兄长，咱们都能兼得吗？我看看啊，咱们现在击杀蛮族，好的，然后其他人可以升级。我升级什么？陆地战斗，占领区域加10，占领一个区域或提供防御战斗时加10战斗力。来这个，这个也升级。来这个骑射都要啊，选择市政。打开看一下，建立万神殿，神秘主义不用，政治哲学走了，接下来走什么？我看看啊，竞技场加娱乐，这肯定是想要。军事训练，研究建造科技，这个走，咱们先来这个吧。这个因为这个咱们已经走了，这个已经激活尤里卡了，所以咱们走这个诗歌，然后咱们尽量建一个这个科技啊。OK， 研究建造科技。好，下回合。北京需要恢复一下这个体力。这是蛮族正在打匈牙利啊，干嘛？开放边境 ？Sorry， 拒绝你。Why？ 我不认识你，我干嘛跟你开放边境？不要另起炉灶，只需稍作调整。OK， 水磨坊没什么用。选择研究，打开科技树，出什么？来这个，铸铜树。咱们已经激活尤里卡，建一座牧场。我没有马，怎么建牧场啊？别动，蛮族来了，马上射击，击退蛮族。占领地形，然后我看啊，上面咱们还有蛮族，这个地方也需要修理。那咱们需要一个建造者，目前对方他怎么三个都市，他干的怎么这么好？他干嘛？找我要什么？这是外交支持啊，这是新的东西了。那你给我点回合金还行？不行，不给。我拒绝你。一个支持居然要5金，我天哪，我总感觉有点贵。你看，因为大家请看，我这有一个外交支持，对不对？
好的，我看看，咱们继续射击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，升级没有问题。然后单位需要命令，可以射击啊，为什么不射？然后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反扑一下匈牙利啊？请允许我用反扑这个词。然后我觉得应该咱们至少再弄一个建造者，对吧？我看我能不能买一个。买不起啊，建造者230有点贵。下回合咱们好几轮出开拓者，然后咱们再拍新城。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拍新城，干嘛？拒绝，先把外交支持都买走。问价了没有？拒绝，他拒绝跟成交，他这个按钮放反了。我还比较习惯，怎么都来？我拒绝，我还习惯这个叠体兴衰的那个，他的右边是同意，左边是拒绝，这可倒好，都反着。我看啊，咱们攻击一下他的布达算了，同志们，上！哎，稍等，让我的棒子。别用棒子，用它，算了吧，把它射掉，然后去攻击它的布达，大家看怎么样？这个蛮族不管它，蛮族现在是自己人，好，我杀出一哨人马，咱们占领布达啊、哦！这有个开拓者，他让我在这儿开城，看起来这个地方大情况，这地方也不错，就这儿更好，为什么？依山傍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行，这挨着沙漠。就在这儿开城吧，过来。但是有蛮族，我去，有蛮族，希望蛮族，别希望蛮族肯定会捉我。生产项目别动，先出远古城墙进行防守，没办法。其实我更想出开拓者，我先出城墙吧，万一敌人打了怎么办？和解，给我94个金，还给我一个外交支持，同意。你好，先生。这戴草帽的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只是在那生闷气。既然跟他和解了，咱们可以向另外人宣战了。我看，我也对创造一份不朽的遗产感兴趣。嗯，因为青铜制品会维持数千年。OK， 兵营，我看，既然他撤了，那咱们我应该派出一哨人马保护我的开拓者，对吧？过来，然后我的棒子暂时在这儿驻扎，驻扎北京，没有问题。其他人给我射击，拿下蛮族，这是咱们共同的敌人啊！不打，暂时不打了，我早晚要灭掉这个不打啊！离我太近了，远交而近攻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啊，暂时在这儿，我在上面警戒一下吧，在这儿警戒还是好一些。其实我西安也是需要防守，过来先到空中花园，然后再考虑往哪边走啊？选择研究，打开科技树，出什么？把货币走了，其他的我还没有激活尤里卡，建远古城墙，激活尤里卡，这一会儿再说。我建一个铁矿，建一个牧场，建两个海洋资源，咱们这还走不了啊。下回合，然后咱们还需要出一个建造者，把这个修一下，这都糊了。然后咱们这儿有沙漠，还能够再出大金，对吧？我看啊。北京建造，这不金字塔。哎呀，我也知道金字塔好啊，先把这个图书馆穿再说。单位需要命令，匈牙利其实希望大清，这有3金，他这位置真好，真想站过来暂时警戒，不应该跟他和解。稍等一下吧，同志们，北京购买建造者230，我豁出去了，买个建造者，豁出去了。下回合为什么？大家请看，我这有一个4格的这个矿山需要开发，这地方咱们拍城市。长沙，漂亮，弓箭手镇守长沙。生产项目出什么？咱们长沙先挑上这个前两个，对吧？既产粮食又产锤，这地方有粮，但是锤比较少。不过这边挨着山。这地方啊，还真的就是锤不多。这个咱们可以建这个种植园啊。那出什么？运河，
这以前没有的。先出纪念碑，下回合，然后一个弓箭手镇守。您的领土的国民数量真是很惊人，谢谢。好，我看他拍什么，这是几锤两锤，咱们先过来拍矿山，然后再拍农场。我想想啊，这个展示在这警戒，因为这隔一条河，所以说在这警戒比较好。空中花园，然后射击，其实我应该继续生产开拓者，这儿扎紧啊，这地方其实也可以拍成。先下回合，我的帝国正在走向破产，我有这么多债务吗？好的，拍矿山，没说的，然后射击，蛮族的棒子，蛮族这还有个 leader 在里面，好，哇，他 leader 打下，还有个 leader， 获取伟人，漂亮，大科学家，招募一名，阿耶波多，对教育有了认识，生产项目，别动，北京非常的重要啊。出金字塔呀，肯定要出啊！其实我买不了，哎呀，我有钱，我买的金字塔。哎呀，现在真应该出金字塔啊！现在出不了，怎么办？远古城墙，就是走远古城墙，不如走……我看啊，他让我走市政，我呀先走军营，军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没有好地儿可以走军营，算了吧。现在城墙出了，进行防守，然后咱们。大科学家过来激活，对战术有提升，对工程有提升，对学徒漂亮。他帮我激活这么多尤里卡，我向他表示感谢。这地方别再闹洪水了，我能不能治治灾啊？两轮出城墙，然后过来拍这个农场，收小麦，非常的漂亮。弓箭手暂时警戒，下回合这个地方没有产能，我应该在这地方再开一条商路。什么家的传教士？蛮族过来。古典时期的真正起点仍存争议，而您认为中国研究出的货币才是其开端，说对。如果没有给你带来幸福，至少也能让你在舒适中痛苦，痛并快乐着。射击，好，射掉。这个地方也需要咱们开矿啊！哎呀，这建造者太需要了。打科技树出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把工程先走了。这个建筑，这个稍等，这期望我看啊。山脉为所有的生日中心，先来加成。把工程走了七回合，可以吧？然后其他的尤里卡的话，建牧场、建铁矿没有啊？驻扎，然后过来开矿。弓箭手过来，没有问题吧？生产项目西安，这是咱们的主要的地区。出商中加两斤加三斤，还有没有更多的？没有了，没有就放这加三斤。然后我应该是买个开拓者催他一下，先下回合。我记着我是玩上一期马其顿的时候，因为我没太重视商业中心啊，结果到这个游戏后期特别的缺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世界是个大舞台，所有男男女女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已。说得好，所以说咱们这个非常重视钱。为什么到后期的咱们所有的高级，尤其是那些三星的部队啊，都需要钱，所以说没有钱是不行的。商业旅馆拿过来，主要是为了给我加钱。这是减维护费加钱，这是上贸易路线加钱。虽然我现在只有一条贸易路线，但是每轮加两斤也是不错的嘛，对不对？暂时先这样，没钱。选择市政，打开科技树出什么？历史记录先走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这是研究，研究建造科技。我不已经研究建造科技了吗？还需要干什么？驻扎，暂时在这警戒。然后我的建造者过来拍矿山，漂亮！拍矿山之后，一会儿过来再拍种植园。这是四锤呢，非常厉害啊！北京现在是，可以。下回合，北京人口多还是西安人口多？一会儿咱们可以看一看啊。长沙这个地方，咱应该也是重点发展人口。稍等一下，
长沙重点发展人口没有问题。派遣使者，哎，怎么这儿有喀布尔？我天哪！我看啊，派出贸易路线，航海尤里卡，这他们都在哪儿？我都不知道。108000里，离我都很远啊，就没有一个近的吗？我天哪！算了，喀布尔吧，以前就是总向他那儿派兵。然后别动贸易路线，咱们向这个长沙修一条路，没有问题吧 ？OK。然后咱们的建造者还活着，还活着，话说的过来，改良营地。下回合，其实我现在特别想出金字塔，干嘛 ？No， 绝对拒绝你。这东西虽然我没用过啊，外交支持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，我真觉得挺有用的啊，设计。而且外交支持能不能，这地格，哎呀，没有沙漠的话我没法建金字塔呀，它都有铜了，我天哪，这布达真的想要。这是什么家的建造者？匈牙利的。还有几回合，我想给他抢过来。射击。好，打下这个狗，这也拍一个营地，加一金币，没有说的。然后北京还要重视一下金币才好，我看看啊，北京重视金币，然后还要重视科技，我天哪，都应该重视。哎呀，科技慢了也不行啊。生产项目，北京出什么？商中金字塔，哎呀，我试试啊！金字塔只能再说75，没钱啊！哎呀，先出商中算了，加3 ，Go， Why not？ 警戒，这就下回合了，我不甘心。我没有沙漠，我出不了金字塔。下回合，我真的希望出金字塔，因为中国如果再有金字塔，那简直就太厉害了，真的就太厉害了。射击，大家快看，匈牙利的开拓者，我要把它抢过来。好的，中国勇士，给我上，准备抢匈牙利的开拓者，我看他去哪儿，就是要抢你。下回合，盯住他啊！哎，他喂上来了，漂亮。干什么？拒绝。不要惦着我这些东西啊，我不会给你的。而且我宣战抢开拓者，没说的吧？射击蛮族。好的。然后继续射击蛮族。然后我想想啊，这开拓者绝对不能把他放走，这是肉啊，赶紧过来。劫完开拓者之后，我应该在这边可以拍成了，对吧？我看看啊，这都动过了啊，我的部队还是有点少，我应该在这个西安再生产一支部队才好。看看开拓者去哪儿，逃回去了。有本事你出来。蛮族打我，这咱不怕。正常人认为东西没坏就别修它。工程师认为东西没坏是它功能太少。哦，加4金币，这肯定是要。我出了一个新奇观，我看看啊，科技研究什么？容我想一下，走炼铁。走炼铁吧，原地回血，棒子，棒子在这等着他的开拓者。然后，我的西安有点空虚，是吧？西安稍微有点空虚，暂时在这警戒，棒子，警戒。下回合，希望这个时候祖鲁不要打我。
匈牙利的，这是谁？知趣吗？愣要。哎，他是谁？我得看看他在哪。马里帝国在什么地方？生产项目西安，西安咱们应该是进行防守，所以说咱们至少要有一支弓箭才行。出一支弓箭，这出不了金字塔。好的，我现在能出金字塔了。北京购买单元格。哎，稍等呀，现在应该没有人跟我抢大金吧？购买单元格80了，我涨价了，我刚才70买了之后，我生产算了，80没办法，我等这商中出了再说吧。这金字塔是我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也是没办法。警戒，射击，长沙这边产能不足，我应该把商人调到长沙才对啊！一会儿咱们换一下商人，不要去西安了，去长沙。四轮出弓箭，以防对方攻击过来。粗鲁的枪兵，单位需要命令，警戒。然后咱们的棒子不用出击，棒子向后撤一步，以防万一，以防西安遭到攻击啊！哎，他的开拓者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跟他过去看看，我跟得着人家吗？下回合，哦，他给我机会了啊！我看一下啊，哼，哇，匈牙利出枪兵了，我能不能向匈牙利宣战？哎呀，其实我想向他宣战，然后我抢这个开拓者，但是有点难吧，可能有点难，而且我们关系现在还算不错。哎呀，真有点想，我这种我想想啊，哇，这是干什么？谴责突袭战争会增加什么不满？增加50。普通的什么不满的事？而且现在我的防御力并不是很强，看起来他还有枪兵，匈牙利并不弱，对吧？我现在光是为了这开拓者损失惨重也是不应该，所以我回来之后镇守一下，咱们先不向他宣战。我的棒子过来镇守北京。哎，我真想抢他的开拓者，真想抢，但是又不能轻易的宣战，是吧？射击这个，加经验，生产项目西安，漂亮。我看看西安的话，咱们应该是出市场，出神庙，加4食物，出在什么地方？120买不下来。没钱呢，市场增加2金币，水墨增加1个食物，1个生产力。其实我真想推着神庙，加4食物3住房，真棒。先走市场吧，其实我应该啊，说真心话，我应该走军营。应该走军营。开拓者的话我没法走，开拓者我去哪儿开拓去？这下面地儿都被人占上了，我没有地方再拍城了，除非右边，对吧？生产项目，大金，80买下来，这儿催个大金，这是我一直想干的。弓箭手，警戒，并不算完，我有钱的话还应该再买一个开拓者。15轮出大金，北京，你看其他的咱都取消掉，啊，都取消掉的话。产能只有15、14、15，并没有变化啊。
我这地格没有产金，大家听这个地格，这产金产五金，这个地方太棒了。匈牙利这次发展的不错呀。历史是人们对往事一致认定的说法。大图，看好，许愿区加成没有用。暂时先不动。然后我现在应该是抢一个开拓者，呵呵，怎么老抢的？往回撤一步，这大金想马上给它催出来。我现在没有开拓者，买不了开拓者，我只能抢一个开拓者去啊。这个城市我想把它抢过来，这城市位置太好了，而且只有五金，这个地格。太产钱了，产死了，我都没有商业中心，它居然都这么高的这个产能。射击，我先把这棒子拿下。选择市政，打开，看一下啊。军事训练，先把游戏娱乐走了再说。寺庙没有必要，防御战术先走娱乐吧，因为这个走完娱乐之后咱想法走军事跟防御。获取总督，获取总督非常重要啊。我看看啊，雷克多过来派到什么地方，长沙。下一回合非常欢迎您的代表团，他居然派出代表团匈牙利，看来要跟我和好。那这样吧，我跟匈牙利建一个联盟算了。可是他这个城我想要，这城我想要，我试试跟匈牙利咱们能宣个友吗？棒极了。哎，我宣完友之后，哦，先派代表团，要求做出承诺。做什么承诺？我派完代表团之后应该我们建立一个战争联盟才好啊。你看他乐了，下轮我们建战争联盟，建完战争联盟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管他了，我就可以打别人去，最后再灭匈牙利。但是匈牙利，这个地格太棒了，这个地格大家快看，这是五金，我去，好吧，自古总难全啊。射击，匈牙利我看起来了，这他的地块真不缺金，他真不缺金。弓箭手，警戒！我必须要还要再开个城才行。什么声音？蛮族靠近。这哪是刷蛮族？上帝通过铁器创造了我们，然后他升高温度，将其中一些铸造成钢。我天哪！博尔格山脉，这肯定是想要。射击，我看能不能跟匈牙利咱们宣一个战争联盟。哎，这怎么不能宣战争联盟了？以前咱们是可以宣战争联盟的呀。战争借口肯定是不要。哎，以前是可以宣联盟，怎么现在不能宣联盟了？这个玩法变了啊！出什么？我看看，在没有尤里卡的前提下，我准备走机械出弩手，可以吧？那需要先走建造，我需要先走恩多。哎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可以到。十二回合，工业区工作坊，我看一下啊，上面这地方产能是太不足，干嘛？开放边界，拒绝。原地回血，我怎么什么都没干就下一回合了？这金字塔我想赶紧快点把它催出来。使用金币，建造者245还是买不起，我卖点奢侈吧，稍等。交易，他有啊，这个地方可以选战争联盟，原来如此。
交易，我看一下啊，他没有卖给他，回合金要多少？不要，不要拉倒。交易，卖奢侈，回合金，给我七个金，成交，可以。下回合，这样咱们有钱了，有钱之后咱们买开拓者，赶紧催大金子给我。干嘛？开放边境，给我还给我一个马。好吧，你赢了，先生。我是冲这金，冲这金子啊。这直接就下回合，还有三轮出市场。我天哪，匈牙利玩的真不错呀！我得急需要开辟第四个都市。这边应该是我开都市的一个好地方，但是这边有山脉挡着，我要开都市只能从上面开过去，建立我的海军。然后我想是这样，我左边这个都市我要不要打一打左边这个文明，对吧？可以一试啊，因为下面是匈牙利，它对我不构成任何的威胁。而旁边这个祖鲁是吧，我看谁是祖鲁，这是匈牙利啊，他是祖鲁，他对我还是笑脸的，人不打笑脸人啊咱们。但是他这个区域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还有，他也有金币，我去。调个弓箭手过来，准备攻击一下祖鲁。我勇士也过来，然后这个弓箭手驻守北京，就依此计。哎，是不是敌人他们重点发展兵力，不发展科技啊？就我发展科技，拒绝，对吧？很有这个可能性啊。所以说显得我的这个城市也少，这个兵也不多，但是我的科技应该是领先才对。咱们看看啊，科技树，我在哪儿呢？这是我吗？世界排名我看一下啊，啊，这个看不到是吧？只能看到统治，应该是看科技谁领先。从这儿应该能看到啊，这是我领先吗？我在哪儿呢？这是我，秦始皇，还真是我。我天哪，人都进中世纪了，我天哪。好吧，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感觉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。今天咱们就遭了几次洪水啊，然后目前看起来这地盘被大家占的也都差不多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该往哪发展？这个我得好好考一下。大家看，这个文明都五个城了，喀布尔还是也是他的，他把这城邦给打下来了。刚果，哎，刚果就一个城，他怪不得发展科技呢，他就一个城。咱们应该是在这个方向再建几个都市才好啊，否则的话咱们感觉有点出不去的感觉啊。好吧，那这个视频就这样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